我选 A 吗？我也写 A 啊。我们两个，因为我觉得，那我跟你讲，比较快啊。我告诉你，因为它真的太热了，我好像曾经有放进冰箱，然后真的降温了。对，不是，它就这样比较快，不是吗？对，拿掉手机壳还是热的啊，这叫脱，拿掉手机壳叫做脱裤子放屁的概念吗？关键是他说正确的帮助，所以后面冰箱可能是不正确的。哇，怎么会？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